Hello， 各位兄弟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老头。今天我们来玩我们的饥饿杀世界。上一集呢，我们终于拿到了这个哥布林杀，这一次啊，我们准备要开始来玩它了，把它玩好玩满啊。那么接下来装备都已经装妥了嘛，我们就直接开始吧 ，Let's go。哦，他这游泳派对吃掉20个人是什么东西？哎，为什么又有瓶中信要找啦？海盗宝藏哦，渔船击破，好，没关系，我们就先拿到瓶中信，解锁另外一只鲨鱼吧。来吧，哦，这只鲨鱼应该是可以直接。哦，直接撞破我们这个右边的这个石头啊！如果可以的话啦，我是想要赶快把憨哥林吃一吃啊，然后顺便寻找一下瓶中信。马西，我们先回来这边吃一下我们的，啊，我们许久未吃的这些字幕，英文字幕啊，咬看看，还是一样要分两次咬，伤害还是不够。咬合力不够强啊，然后又被电到了，超不爽的，又被电到了，一直被电到。所以说瓶中信到底会在哪里啊？没关系，我继续寻找，搞不好瓶中信会在岸上哦，搞不好在岸上也说不定。喂！吼吼吼吼！永远停不下来，不断的飞，太棒了。我去下面看一下好了，吃好吃满。呀呼！呀呼！好吃！啊有呀，痛！最讨厌这种东西啊！两只，不要在那边拿鱼叉枪弄我，也就是锤吸的概念。锤吸，这大鲨鱼应该是我没办法攻击吧？算了，我要离开这里。我们去吃那些 H 吧。哎，不要咬我啊！哎，真的很过分哎，他们都不会被炸弹给炸到，就是那个鱼雷，那颗球，然后我却会被炸到，这是什么巫术啊？啊，我还会被水母给电，这是什么巫术呀？哎，你说说，你说说。哎呦呀，这危机四伏啊！咬你补血的，在那边。哎、欸、抓到了，别想跑，还要闪这些哦，该死的水母。有，好了，接下来、会不会瓶中心的海盗船那里啊？算了，不管了。Oh my god! Oh my god! 你是干啥？你在干啥？哎，我看可不可以撞啊？重点。能不能撞就看这次了。撞，哇，居然可以，我们大成功，这样子我们离收集憨哥林不远了。我们先把这个咬一咬啊，这边有丰富的蛋白质跟分数可以吃，很棒。哇，黄金冲刺，我靠，我直接把那大只的鱼这样子吃了。哎呦，安内没问题吗？哇，我被炸到。好，我们现在 HUN 啊，我们剩 GRY 哦，都在对面，非常好。好，我们离这个收集所有字不远啊，太棒了。但是前提是你不能死，你必须要撑住，你必须要撑住啊！啊，现在这每一刻都非常的危险。
什么声音啊？我怎么听到一些奇怪的声音啊？哎、欸，坦克在水里耶、欸！有没有这么的飞旋了、啊？这个坦克，哇，吃好吃满哦！ 干什么东西？我觉得我这一局应该可以生存很久啊！我就说真的，我们把那个船给撞掉好不好？哦，撞好撞满了，把船给撞掉了。哦，这个危险！哎，这边有一只抓到了哈。 在躲，哎呦，居然不要逃了，真意外，这真的很意外。哎，这边居然有一个 S， 哎，不是 S， 一个小好像滑水道的东西，我想要不要从上面，从上面好了，不要用哦，飞高高，呜。 啊！没有带，哎哎哎哎，干什么东西？可恶，没有吃到加分数的，就要没了。哎哎哎哎，迟到了，好爽！我还有直升机，啊，我们到了，原来是游泳池啊！我靠，这边一堆拿鱼叉枪的在那边，瓶中信有没有在这里？ 哎，据说把球打进去会有分数，是真的假的？直升机，哎，要不要伤害他一下？哎，直升机怎么不见了？哈哈哈！球，来，我想要打球，人家想要打球了，无下血。 教练，我想打球。教练，哎呦，有分数了，好，不玩了，赶快下去吃一下另外两个字幕在右边，棒！哇，这一局玩好久，我居然可以撑那么久，真厉害！最高得分啊，被炸到了，没差，我撑得住。 我靠！居然有游艇是这样，谁都不能阻止我，吃我要的。Y，咱们快成功了。G，嗯，收集完了之后呢？听说我会变大只，真假？瓶中信，哇！我拿到了！我靠！我靠！我靠！哇塞！哇塞！ 哇！哇，收集超强啊！怎么冲怎么死！哇，天哪、啊！巨大化啦！哇！我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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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的分数还是撞不破，没办法撞。哇！还要哪时候会变回来？我变回来了！继续冲！继。 Oh my god! Oh my god! 哇哇 ！Nope！ 撞！我有差点抓到我，差点抓到我！打 boss 啊！哈哈哈！打不死哎、欸！放弃。 靠北，我死了！哎、欸，那是隐形鲨，是不是？那我们是不是要带那个另外一只鲨鱼来啦、啊？哇，我这趟分数好高哦，好爽哦！应该解锁不少东西哦，我觉得。收集到 Hungry 超大只的。哦，绅士领结，解开了主厨的围裙。还、哎、有新的小鲨鱼 ，nice nice， 太棒了！ 好吧，我觉得我们待会先去想办法把那只另外一只鲨鱼做解锁的动作。好，先设法解锁，然后解锁完之后呢，就差不多了。好，我们先看一下我们拿到了什么。主厨的围巾嘛
额外回复生命提高 4%， 我们现在装什么伤害啊？买一下这个好了。能够获得的橘柱额外金币 4% 啊，多了一种新鲨鱼，这鲨鱼是什么？塞西尔，这只双髻鲨宝宝等不及加入你的海洋猎食之旅，有跟这个有差吗？好吧，另外一只我们来装一下这个啦，帮忙对付鬼魂鲨，因为我们刚刚看到那好像是鬼魂鲨的样子，非常的不优。好，我们就带这两只看看好了，然后去解锁我们的新鲨鱼。解决神出鬼没的鬼魂，哇！双髻鲨鬼魂，双髻鲨，管他的，来吧！看一下我们沦落在哪里。哦，居然一跳跳到这边来了，我是懒得去收集啊。我们就直接到那个地方吧，我们直接去想办法救那只鲨鱼。趁现在我们的生命还非常的 OK 的时候，哦，有时候会迷路是真的。有时候会迷路了，不要撸我啊。好，我们要到了，大概就这个方向吧。哎哎哎哎，很会咬是不是？而且刚好我们的金币冲刺跟无敌快要有了，刚好可以弄一波。灵魂鲨下面找到了，灵魂鲨，哎。刚好了，没问题的，无敌的啦！哎，天助我也啊！天助我也了，只剩你了啦！想干什么东西？None，结束，我们来救这一只吧！哦呀，太棒了，救到了！我们再起下面，好像是巨齿鲨的样子，刚那巨齿鲨啦，应该是巨齿鲨吧，我想。好吧，剩下的时间我们就来探索一下好了。我们这边还有，我们这边右边这两个，我们现在撞不爆，但是我们可以飞过去吧？是不是？干什么东西？哎哎哎，跑嘞，不知死活。你不知死活吗？摇，摇好摇满啊！这边吧，哇哇哇，痛痛痛，撞不掉，果然会死！救救我啊！我救我！哦，我要在那边合咬啊！哎，买，也是也是，我是讲真是。水上摩托车是不是？哎呦哎呦呀，哎呦呀，哎呀，水上是不是？你水上还不翻？去死吧你！水上摩托车很会翻车。风主过不去，故意的。我觉得这风主是故意的啦，他就不让我们直接绕路啊，不让你过去的地方就用风主啊，就这么的简单。喂，喂，喂，有宝箱，喂，撞不到。这代表那边右边的 N 我们吃不到了，那我们也休想巨大化了，休想巨大化。哦，那很悠哉呢，悠哉，可恶，弄不到。咬！我要吃更多的肉。我刚吃到什么东西？我靠，刚才被炸到，居然没事。防护罩奏效，防护罩奏效了。Nice！ 哇，死给！好爽啊！有没有鲨鱼把直升机撞下来的啊？太扯了哈！
连我都觉得自己很扯，然后这可以爬上去，我觉得没有必要爬了，没有必要爬。哎，多利日，哦，要撞上去的时候感觉有点像天元突破，砖头是男人的浪漫。 突破天际的砖头啊！哎呀，突破天际砖头在这里啊！啊，我觉得把身上装备那些增加那个金币冲刺的那个速度啊，我觉得是一个上上策的选择。你看，超快的，干你，我死，差一点，没关系，玩得很爽，好吧。 今天差不多就先玩到这里结束了、哦，真的是觉得还蛮棒的。我们来看一下主选单画面多了些什么东西吧。哦，刚刚拿到了不少，好，现在解除了一些不错的任务啊。对，重点新的鲨鱼叫什么名字？新的鲨鱼叫什么？灰烬鲨，感觉更不利亚强了哦。我们下一集呢就准备用我们的灰烬鲨吧。啊、哦，鲨鱼越来越大只了，啊、哦，越来越有看头了。然后血居人项链。 多了一个血居人项链，我们身上道具快要被填满了。还有圣诞老公公，金币冲刺时间加2%，这个感觉不错。然后多了墨西哥街头胡须，连吃奖励加4%，奖励时间吧，好吧。 OK， 之后呢，前面的几些任务呢，我都还没解完，有没有？我会慢慢把它解完。 啊、哦，把它解完才会拿到一些特殊道具啊，好不好？那我们今天差不多先到这里结束了，下一集，哦，我们就从我们这个灰烬鲨开始，好吧？不知道各位喜不喜欢这个系列？如果你们喜欢这个系列，记得左下角有个订阅，右下角有个喜欢，或是把影片分享出去，亦或者是在下方留言啊，支持老头，感谢你们，我是老头，嗯，我们下一次再见面了，拜拜。